原标题曾氏家训读书已去定向是文，读书已去定向编款，兴趣是读书的最好动力解读。曾国藩虽然十分强调读书，但他的思想并不保守僵化，他并不认为只有饱读圣贤书考取功名才能取得成功，而是鼓励孩子按自己的兴趣去读书，并予以极大帮助。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。其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的社会学和语言学，最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。小儿子曾纪红喜欢自然科学，成为了一名数学家。曾国藩以孩子的兴趣作为读书方向的思想，闪烁着现代家庭教育的光芒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